这个两小时。你还记得来到这个世界时堕入眼里的第一道光是什么风景吗？每天当我们睁开双眼，便是一个追光的人。光是时间，照映着历史，也照亮眼前的每一刻。现在请跟我走进灵动的目光，穿越时间和空间，追寻藏在光里的记忆和未来。Remember the first beam of light that fell into your eyes when you first came into this world. Every day, as we open our eyes, we become seekers of that light. The light captures time. It shines upon history and illuminates every moment before us. Now, follow me into the light as we travel through time and space.In search of memories and futures hidden within the light.传说的台南虎城藏着一只凤凰。凤凰的头在赤坎，府城就是他身体的殿堂。四百年来，伊保护咱台南的每一天。你若站在赤坎楼顶，可以看到中西区的历史走廊。不知道这只凤凰，甲咱看到的台南，敢有相像？漫步在台南1600多座的庙宇，遍布大街小巷，众神在这里看望，守护百姓的风调雨顺，国运隆昌，也守护咱台湾人民的愿望。跟随众神的四方神兽，也在国宝大师们的巧手下各显锋芒，用最传统珍贵的工艺展现栩栩如生的姿态，灵动昂扬。家生活，自信快乐，更轻盈。我走到是看都看到普罗民遮城，再转到那安平古堡，或热兰遮城，丹丹汉堡，是古河蓝桥，是不是传闻林百货桥？那个东南道是二战抗衡三不一庙，我不理到庙是啥道理？因为看早有多到爆表开机庙，与明天都想越是早，前夏天太风雨明交，与无法出海捕鱼，为多少月雪做历史调理？芒果十家番石榴番茄。但都切一切，原来荷兰400年以前引进的水果一堆，可谓甜是以前唐朝贵，未曾见贵客沿街，但最甜是亲切的这台南人情味。
数百年来，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人，为台南带来不一样的文化跟色彩。无论你对叨位来，伫遮生活拢自在；无论梦想生啥款，伫遮追求拢会使。不如一搭搭，一关一搭，一点你。为什么款风景？